封在阿里荒原的古老文明，藏传佛教之前的本教传承，象雄，西藏文明真正的根。难以解读的象雄文字，绵绵若存的神秘修行，朝圣、祭祀、供奉，横亘千年佛本之证。让我们一同上路，探知象雄文明的神秘面孔，从西藏到印度，从阿里到加绒，让我们一同解读西藏的西藏。本教诞生在象雄，但是却不止于象雄的边界，它渐渐地壮大成为了西藏高原上的主流信仰，吐蕃等邦国也都尊崇本教，而这种信仰格局自然而然地奠定了象雄王国在众多邦国当中的核心地位。当然，这显然对怀有雄心壮志的其他的君主就提出了一个难以逾越的权力屏障。而这种以象雄为尊的格局呢，一直持续到了公元七世纪，直到一代雄主松赞干布的出现。正是这个人改变了象雄的命运，也结束了本教的辉煌，也正是这个人改变了整个西藏的历史走向。曾经雄踞西藏北部的象雄文明兴盛过、辉煌过，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而本教作为象雄文明的精神象征，也随之一步步从显赫滑向边缘。这样的王朝更迭和信仰变迁究竟始于何时？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原因将象雄文明和本教带进了幽暗之中？而之后蓬勃发展的藏传佛教又是凭借什么得以在本教的领地上生根发芽、繁荣昌盛？我们试图在西藏高原上寻找本教的寺庙，却遗憾地发现本教的宗教领地已经很稀少，零零星星地散布在一个个僻静的角落，不为外人所知。在象雄文明的发源地阿里地区，如今只留下一座本教寺庙古如江寺，而在四川的藏族自治州，本教的寺院却相对更多一些，昌都寺就是其中的一座。昌都寺是本教的寺庙，而且是本教的创始人是东巴仙丈佛祖，而佛教的创始人是大家也知道是释迦牟尼佛祖，这样子的话供奉的是我们昌都寺里面供奉的是东巴仙丈佛祖，那么藏传佛教大部分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祖，这是根本上的不同的地方。相通的地方呢，比如说本教也供奉智慧佛，比如说我们说的文殊菩萨本教叫玛维僧给，但很多地方有相通的地方，很多地方有不通的地方。相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叫慈母，汉传佛教相当于说观音菩萨，藏传佛教一般叫杜母之类的，这些都是相通的救苦救难的意思。时至今日，我们能够寻觅到的本教寺庙已经屈指可数，而除了供奉的始祖和神明不同，本教寺庙从外观上大多跟藏传佛教寺庙相类似，而现在的许多藏传佛教的寺院最初也都是本教的寺院，甚至在某些藏传佛教寺庙的后堂还能见到古代本教所供奉的佛像和壁画。自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代引进佛教，藏传佛教逐步走向兴盛，成为西藏信仰领域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宗教。而学者们认为，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在西藏顺利扎根，并呈现出独特浓郁的民族风格，正是因为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大量的本土文明的影响，而其中最重要的营养就是象雄文明和本教传统。
当然藏传佛教一说藏传，当然是从印度传承过来的，唐僧也是象雄地区传承过来的，这两个里面应该是有两个传承的，不是一个传承，所以就是古代人们都认为只是印度传承的，对象雄的这个传承就大家就忘记了。那这两年呢是由于这个国际藏雄研究会的大力的支持，再加上在咱们国内也有很多这个藏学研究机构也在不停的研究或甚至在考古挖掘，也拿出了很多既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可以证明是西藏的大部分文化都是来自于本土。那这样本土来讲呢，是离不开这个本教文化。公元七世纪中叶，藏王松赞干布迎娶了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两位公主入藏之时，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以及大量的佛经。雪域高原上第一次有了佛教的痕迹。松赞干布是吐蕃王朝第33代王，正是他缔造了武力强大的吐蕃政权。《旧唐书·吐蕃传》中曾经记录到，弄赞弱冠四位，性骁武，多英略，其邻国羊童及诸羌并宾服之。这里的羊童正是西藏北部的象雄王国。松赞干布引入佛教以后，下令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但是在当时这些寺庙中并没有常住僧侣，也没有佛学传习，但是一种迥异于土著本教的外来宗教毕竟来到了雪域高原，而作为吐蕃王朝的政治首领，佛教的引入也自然成为藏王心中的一个政治筹码。在吐蕃王朝，特别是松赞干布啊、赤松在政这时期，在这个英伦本教的实力非常的强大，应该说是这个教权高于王权啊、这样呢作为一个统治来讲是不太允许的，但是呢由于当时的场面无法去控制这种发展局势，那这时候呢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讲肯定是需要一个平衡点。吐蕃王朝原本与象雄文明一样崇奉土生土长的西藏本教，在象雄文明最鼎盛的时期，本教就走出了象雄，盛行于吐蕃。但是随着本教神权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庞大，赞普的地位和权威渐渐受到了威胁。把本教当时的实力很强大，之所以呢他把藏王的这种政治地位不是很安宁，之所以呢邀请到这个印度佛教来征服这个本教，然后呢他新来的就是听他的，之所以呢一种利用关系，这样的话呢他们的矛盾呢就是一种这样起来的。然后呢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的教规教理上的最大的冲突，不是这么一个，这些任何矛盾都是起源于藏王的政治的目的，本教是这么认为的。当时本教的祭祀人员被称作古心，古心不仅在宗教活动中具有绝对权威，而且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本教史籍的记载，当时古心的地位很特殊，每一个王子出生，古心都要给小王子起名洗浴。本教师成为军队精神生活的导师和神意的代言人。吐蕃以会盟的形式进行王权统治，而会盟只能由古心来主持。他们在王朝政治生活中起着监督、联络、仲裁的作用。这样位高权重的宗教势力几乎能左右赞普的行为。作为雄心勃勃、开疆拓土的一代藏王，
松赞干布对古新集团的强大自然心存芥蒂。对占卜的时期和本教是密不可分，每个占卜身边至少有一位本教徒，他们相当于现在的职称，我们进行过统计，差不多有12种之多，他们有一定的地位。松赞干布时期，本教很辉煌，很鼎盛，百姓、军队等等里面，对占卜的尊重和那个国师的尊重是超过国师的尊重，超过占卜，所以有不太平衡。因为占卜是一国之王，就是这天下都是他的，但是呢，百姓更尊敬那个国师，完全以这个神权和金权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这个本教的权力过大，超过占卜的权力的时候，这个本教的麻烦就出来了。当古新集团的势力达到与王权分庭抗礼的时候，积蓄已久的矛盾势必要爆发。而要改变已然流行千年的本教传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本教的原发地和大本营，象雄王国自然是本教势力最稳固的地区。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松赞干布既有统一西藏高原的政治雄心，也有改变宗教格局的现实需要，这些都促使他最终选择引进佛教，出兵象雄。必须得把象雄灭了以后，他可以传那个佛教，可以更改几世代的那种风俗，就是把那个国师没有了，必须不把国师灭了。没有国师的话，他说了算；有国师的时候，他说了不算。他人们都听国师的话，然后这样一来，就想方设法灭掉那个本教的话，这个藏民族是非常有信仰的。如果他们的信仰没有的话，那不可能的。那然后他就引进那个释迦牟尼那个宗教。释迦牟尼宗教引进了以后，他必须得灭本。灭本了以后，他那个用那个释迦牟尼宗教政教合一来统治这个藏区，或者是他的那个国土。蓝擎发动机，地转速，大扭矩，动力总成系统优化匹配，完美降低整车油耗，绿色动力，国际潍柴。海天酱油，坚持原料优选，坚持阳光耐晒，坚持每一颗用心，每一滴放心，经典味道，品质如一，海天经典味，生活更美味。做什么呢？奥运用的啊！产于全球样板工厂，采用欧盟安全检测技术。伊利牛奶就是奥运牛奶哦。不要，牛奶不错，你画的就一般。奥运代表团乳制品。松赞干布知道，本教信仰作为当时大众的精神核心，很难加以改变。而为了更好地行使自己的统治权力，如果抑制本教的话，那么他所面临的直接的冲突和压力则是更加难以想象的。所以呢，松赞干布就从战略的角度引入了一颗棋子。公元7世纪，他将佛教引入了西藏，但是这盘棋局是注定不可能在他本人的一生当中下完的。作为一代英武雄健的藏王，松赞干布不论在短期智谋的策划上，还是长远积累，还有战略筹备上，都堪称是英豪。他不仅仅着眼于疆域的扩张和实力的壮大，更希望将民众的精神世界也统一到自己的羽翼之下。也就是在这样的经营和布局之下，也导致了象雄王国的灭亡。从此，象雄文明和曾经一统高原的本教迅速滑落到了权势格局的边缘。如果要从根本上置换臣民的信仰，就必须占领旧有信仰的大本营。
出于政治扩张和宗教变革的双重需要，松赞干布出兵攻打象雄王国，最终以计谋胜出，并逐渐统一了西藏高原十几个部族，建立起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在敦煌文献里面有个记载，就是说松赞干布他是一个政治家，是吧？政治家就要扩大自己的疆域为宗旨。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联姻的办法。他把他自己的妹妹叫森玛嘎，嫁到象雄王作为妻子。象雄王当时他那个疆域比较大，所以那个国王出去就那个视察那种他自己的疆域的那种有一个习惯，他季节性的习惯，所以呢松赞干布让他了解仔细的了解那个季节，就哪天哪个哪月乃至他在到什么地方干什么。完了以后森玛嘎在那个地方就了解了以后，他就觉得对，确实是他就这么一个习惯，所以每年的夏天有出两个月的时间，他要视察那个北部的那个纳群宁曼县那边的塔拉琼庄的地方去视察。完了以后这个日期给他了以后，因为他已经远离那个琼庄云城了，就军队啊什么都不是很那个有利，是吧？完了以后他带一部分那个侍从就到那边去视察，这个消息就给松赞干布了。松赞干布通过里应外合的办法击溃了称雄北部的象雄王国。自此以后，松赞干布不仅消灭了西藏高原上的最大政治对手，也将本教的发源地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对于他改变固有的宗教形态、打击古新集团的势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朝代要改朝换代的时候啊，这新兴的这个朝代他要自己立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支柱，是吧？完了以后他要极力的否定前面的王朝的或者是这边的你被征服的这个王朝的文明，你就属于怎么说呢，边缘化或者是甚至看不起的那种人。完了以后他就自己需要立一个，他自己王朝已经立起来了，完了以后支柱这个王朝的应该有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理论根据。完了以后他就请那个邀请佛教过来。信仰作为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最难以被更改的，尤其是传承已久土生土长的信仰，更是根深蒂固地渗透在这种文化形态的方方面面，规定的这个文化圈中民众的思维角度和行为模式。松赞干布虽然开始引入印度佛教，但是也并没有大肆打压本教的势力。松赞干布时候的佛教不是很盛行的，作为一个政权他就认可这个文明，这个意识形态的佛教。当然当时他一下子反对本教，这是很难，因为他已经是在西藏比较生根发芽的一个文明，比较强盛的一个文明，他一下子替代是不可能。鉴于本教固有的强大传统势力，松赞干布并没有直接大规模的打击本教，但是这毕竟为之后的藏普埋下了一颗可以利用的种子。而在公元八世纪赤松德赞统治时期，这颗佛教的种子终于开始蓬勃成长。完了，到赤松德赞的时候，他就开始极力推进那个佛教。完了，从印度引进佛教高僧，古智仁波切还有德满僧，那个希瓦措，是吧？这两位的高僧进来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大量的翻译佛经，完了以后学习的，还有他有一个系统的组织，所以这就标志着这个教派就开始立足了。赤松德赞引进了佛教的高僧从印度，完了以后跟佛教的这个佛教徒、佛教高僧开始辩论。为了削弱本教的权威，赤松德赞主持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辩经活动，本教与佛教站在各自的宗教立场上展开激烈的辩论，获胜者就可以得到弘扬，失败者将被压制，最终佛教占据了上风。这是对本教绝对权威的一次公开挑战和沉重打
迹。赤松德赞随即将本教的僧侣流放到阿里。自此，佛教真正开始在西藏高原的精神领域有了一席之地。但是，一个完全外来的宗教要怎样才能被广大的本教徒接受？这成了摆在早期藏传佛教徒面前的难题。刚开始进来的时候都比较困难，在立足方面。所以呢，他是怎么用的呢？他通过密宗，因为本教还是比较盛行密宗嘛，所以他就邀请了一个密宗大师，印度那边的一个密宗大师，叫班曼三宝碗，是吧？不是仁波切。然后邀请了以后，他就说征服了这边的一些鬼神，就是那个山神也好，湖神也好，那就是我们合作了，我们一起的，我也承认你这种神性。所以这时候就当地老百姓啊，就普通的那种信本教的那些人说，我还可以，咱们的这些神也被他们认可了以后呢，稍微这个矛盾没那么激化。完了以后，好多仪轨本教的仪轨也被他们采纳了。完了以后，在佛教里边确实是在用着。因为我们知道，那这印度的佛教，它本身是不搞什么的仪轨，对吧？它不搞什么仪式，也不搞仪轨，它就是纯粹的一种修行。随着赤松德赞大力推行崇佛一本的宗教政策，本教遭受了自诞生以来最大的法难。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本教徒面前只有三种选择：或者被杀，或是选择将本教佛教化，或是逃亡。大概公元80世纪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大的烦恼，因为呢，通过政治和融合起来的一个佛教和在本地土生土长的两个磨合起来，这个时候呢，从藏王做起开始就对本教非常不利。在西藏，然后包括在香雄的阿里地区和西藏，也有很多地方都有造于本教的这种寺庙的遗迹和一些壁画都有，但是呢破坏的是非常严重。现在只剩下的，比如说在阿里来讲啊，穹窿阴沉，这些看了就是一种沧桑啊，只留下一些残留的一些墙壁啊，和这些很规模很大的一些城堡啊，还有西藏也有各大寺庙，现在我们真正看见一些废墟。之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作为一个本教的活佛本教的信徒的时候，当时的法难是不可思议的。本教确实是，从此以后可能在本教在西藏中部就没有抬过头，是那么一个回事。完了以后11世纪以后开始第二次的弘法，那个佛教本教也是开始就弘扬起来，但是呢那时候已经佛教已经很实力很强大，所以对本教就很难在那个立足。那时候当时的11世纪、12世纪，那时候在日喀则也好，拉萨也好，山南都有一些本教徒和本教寺庙，但是最中间就没有了。这就是因为那个赤松德赞那个法难的影响。静览天际，也知洞悉眼前，优雅有度，也能全面超越。志祥品味的中高级座驾，东风标致508。泸州老窖，特曲老酒。
一站式服务，应有尽有，很时尚，都是名牌，实行先行赔付，统一退货。装房子买家具，我只来居然之家，居然之家。奥迪未来科技先行者，每秒判断2000次 ，Connect 互联科技，重塑你对信息的期望。车身框架减轻40%，无创轻量科技重塑你对重量的感觉。零油耗也能时速200公里，一创电动科技重塑你对能量的认知。尽情科技，尽情未来。法难让本教在受到冲击之后开始服葬。所谓服葬，就是指一件很珍贵的东西被埋葬，最终又被发掘出来的意思。在西藏很多地方都有服葬的存在。据传1300多年前，莲花生大师到西藏弘扬佛法，但是却因为因缘尚未成熟，在离开西藏之前，把很多的教法、佛像还有法药都埋葬在了不同的领域里。他们有的在瀑流，有的在山岩，甚至有的在虚空，等待将来时机成熟，让有缘有成就者开启传播，所以叫佛葬。赤松德赞下令优待佛教僧人，不对他们征税，也不用服徭役，并且提供丰厚的供养。由于赤松德赞对本教实行严苛的政策，本教的修行迅速被边缘化，而一些本教徒在逃亡之前，为了保护本教的典籍，将大量的本教经典藏进了洞窟和密室，希望有一天这些经卷和宗教思想能够重见天日。这些经卷在之后的岁月中不断被发现，人们习惯将它们称之为佛藏。其中埋在地下的叫做土葬，藏在水里的叫做水葬，在岩洞中的叫做岩葬。佛葬的起源于法难，本教受灾难了，这个法这些经文这些法器不能再继续往下去了，只能是藏在岩洞里或者是更深的地方。后来呢，就是他们许愿某年某月的时候，有缘人他能够挖掘出来，这叫佛葬。在佛教占据上风的时期，本教徒在有限的空间里悉心保护着自己的信仰，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也迫于传承的压力，本教中也渐渐融进了一些佛教元素，并朝向西藏本区之外扩散。妥协的办法也有过，他就是他尽量的吸收一些佛教的一些理论，比如说那些辩经的呀、这种方式方法，他也吸收了一部分。完了以后，他自己同时也他的避难的那种形式，往边区、往边缘，就是中心这个政治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往边区扩展，所以往那区、往东京、往那边。甚至往的青海、四川的都那种，把这个佛本教经典给带过去，完了以后人都移过去，就采取了这么两种措施吧。本教在赤松德赞时期受到沉重打击，但他在民众中的信仰基础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动摇。而与此同时，赤松德赞身边许多王室贵族仍旧笃信本教。本教势力在吐蕃王朝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甚至连赞普的废立都成为佛教与本教之间斗争的结果，赞普本人甚至都成为两者斗争的牺牲品。由于宗教的冲突，牟尼赞普继位一年多便被毒死，而赤足德赞更是由于崇奉佛教而被本教大臣缢死，双方的斗争激烈残酷，本教和佛教两股势力就这样在政治与信仰的领地中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博弈。
而到了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的末代赞普朗达玛大肆禁佛，佛教转而成为被镇压的对象。时移世易，此消彼长，此后的岁月中，佛教吸收了本教的众多仪轨，成功完成了本地化，最终成为西藏高原上的主流宗教，而本教却渐渐式微，难觅踪迹。在几经法难之后，在千年岁月的洗礼之下，今天的本教究竟是怎样一种面貌？而象雄文明在当今的西藏地区，是否还以某种方式存在着？历史已经远去，本教也已经从密集的法难当中走出，回归平静。然而当我们试图逐渐去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呢，就会越来越多的发现，本教在西藏宗教历史当中那份巨大的影响。象雄王朝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所传承的文明却随着历史延续至今。Bye.